无恐。你心中未等候，我编织的胡哨，今夜的心中到底他是为谁浓？金戈铁马，身披麒麟甲，我要追你。齐胸穿衣教程，上衣都会穿吧？胸前系好蝴蝶结，区分开正反两面，找到小孔，腰带穿过小孔，将裙头绕过来，调整位置，使绣花居中，腰带从背后交叉绕到前胸打结即可。分别系上两个肩带，将配套赠送的珍珠链拿出，找到中间的扣和裙子中间预留的扣带系上，两段分别扣在腋下预留的扣带上，整理一下，然后就完成了。今天是禁制汉服穿衣教程，先穿内里上衫，两边系带系好。禁制的好处是显瘦、掐腰、显腿长，也是比较日常的款式。现在穿外衫，穿法也是一样，两边交叉系好。你们真幸福，穿衣服都有人教，记得点个关注啊，宝宝。一片式穿孔下裙，先围在腰上，再将绳子从洞里穿出来，再把两条细带交叉绕到前面。这套汉服真的好白菜啊，才100出头，前面打个平结，再打上双耳，先把平结转一圈，再在原本的绳子上绕两圈，再把绳子抽出来就好了。接下来就给大家展示一下三个颜色吧。持续叫嚣，怕没人注意到他们得意着作妖，纷纷扰扰着人间切个公道。我此三界别无心，自顾去逍遥。此去无比惊浪，红叶寒树换红颜，往事散云烟，树存花影怀前。
你是不是这样穿马面裙的？腰带打得乱七八糟，结打不好，裙门对不齐。等等，别划走，正片才刚刚开始。左边系带穿过右边的孔，裙门摆正，双手拿着系带，从后左右方的位置交叉，系带顺时针扭转，两边系带从下往上绕两圈，最后一圈扯出一个环，手从环中穿过抓系带，从下往上扯出，牢固又美观，但马面裙就穿好了。汉服穿衣教程来了，穿上衫都会吧，套上绑个蝴蝶结就可以了。看完这个视频你们就会知道，汉服嘎嘎显瘦，现在穿一片式下裙，看似很复杂，操作十分简单。把系带穿过洞里，固定好裙头位置，再把后面的绳子拎到前面，可以对齐勒紧一点。现在打双耳结，先打一个平结，然后把结转一圈，手指捏住结中间，拿一根在原来的绳子里转，但是不抽出来，拧两圈左右再把绳子抽出来。绑另一边之前可以再拉紧一点，系法同理，但是这条裙子可以不用太紧。商家做了透明肩带，来吧展示。带上双色披帛，想学习更多汉服穿搭发型教程，可以关注一下茶子哦。很多姊妹们问我汉服怎么穿，今天给大家出一个汉服穿衣教程。穿上深度会把侧面找到一个洞，把细绳穿过洞里，再把后面的绳子拎到前面，勒紧一点。我们先系个最简单的，首先系个平结，然后两根绳子开始转圈，转三到四圈以后呢，我们再抽出来，这样一个简单的结就系好了。方法二，还是绳子开始转圈，但是我们不抽出来，转到三四圈以后呢，留出两个小耳朵，把两个绳子拉到里面，拉紧一点，稍作调整，一个双耳结就完成了。然后我们穿上大袖和披帛，一整个造型就好了。好了，展示。两片式齐腰齐胸裙怎么穿？今天来给大家示范一下，我们两片式的齐腰裙和齐胸裙应该怎么穿呢？所谓两片式，顾名思义，它的裙子呢是分为前后两片，像这样。我们先把后面这一片的系带呢往前系好，再把前面这一片的裙头呢附在上面，将系带从两边拉出，在前面交叉。因为这条裙子呢，它的系带呢比较长，所以我这边呢就绑一个双耳结。双耳结呢，其实就是在两边先割了三四圈，然后再将两侧的系带呢打一个单耳结，再把下面这一部分系带抽出来，再跟上面这个环打一个结。另外一边一样的，这样我们就穿好了。接下来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两片式齐胸裙怎么穿。其实它的步骤呢，跟齐腰裙是一样的。那在穿之前呢，要注意看一下哪个是前片，哪个是后片。一般前片的话，它会比较高一些。首先呢，我们把后面的系带拉到胸前系上。这边注意哦，一定要拉紧，因为裙胸裙它是还是比较容易掉的。接着呢，把前面这一片附上去，两边的系带呢可以在身后做一个交叉，到前面做一个交叉，然后再开始绕环。根据个人喜欢，大概绕个三到四圈这样子，右边也是一样的。最后将剩下的系带打一个单耳结。
边调整一下，我们就穿好了。火山